哦，我的头发怎么会这样？头发怎么会这样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终于搞定了今天晚上的事情，我太难了，你们也太难了。我现在这个样子有点搞笑，有点瓜，因为刚回来，然后我就顺顺毛。没吃，我刚回来，刚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直播，因为我真的很想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为我加油，谢谢阳光照耀百木丛林的99票，谢谢。哎，我。已经很认真去唱了，谢谢投票，谢谢。就是我其实是那种音域，就是我音域很受限制的，我可能到了一个音，就是低音的话，在我自己觉得舒服的那个，我会觉得唱得很轻松，但是一旦有点那个高的话，我就会很吃力。唉，所以很感谢大家还能这么体谅我，还能为我加油。但是我今天有背到词。我以前好歌都喜欢看歌词嘛，然后我觉得我实在要改掉我这个毛病，我就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背那个歌词。黑与白很难背的，黑与白三段副歌，有一段都不一样嘛，然后就背的很惨烈，然后虽然还是忘词了，谢谢投票，谢谢。看怪兽大学，可惜音准和背词总有一个不能兼任，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记住词了就会走调，走调不走调就记不住词，这是什么歪理？我也不知道我在给自己找什么歪理，哎。对，我旁边有人，有一个小后辈。第二首歌叫 NACL，盐。那个张佑宁。就是一种化学制品的意思。啊，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的乱，这么的刮呢？今天其实我下台的时候有反思自己一下，我就说，其实我这样的人还真挺招人讨厌。但没有办法，也没有在凡尔赛，但是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如果我能做得再好一点就好了，我是这么想，我就觉得，我要是能做得再好一点就好了。我没有在严肃啦，就是在说一些确实有这个情况嘛。说到底就是不应该抽到黑与白。我在广州，没有在重庆。如果我抽到上下左右的话，上下左右快乐加自由，四手连心，同类好朋友，大家肯定也哈哈哈哈。但那个黑与白就是会让我觉得一定要好好唱，然后我越这么想，我压力就会越大。我走上去，我就像机器人一样。因为这首歌很严肃的嘛，这首歌是很严肃的。为什么选 NCT？那个时候选择不多了，选择不多了，只有几首歌，其他几首我都觉得不是很好听。这首歌稍微我觉得适合抒情的。谢谢投票，谢谢谢谢，谢谢投。你看我豪哥之前我不是都不敢讲话吗？我都不敢在房间讲话，我怕会有人觉得我没有去背歌词，然后如果明天我忘词的话就会背。啊，你发房间时间为什么没有背歌词？然后我就不敢讲话，我想说如果不讲话也可以证明我背了，就算忘了也不会怎么怪我。但今天其实没有怎么忘，但是黑与白还是忘了一点的，黑与白。我真的会想很多的，我就是那种想很多的人。我已经在台上把大家的反应都想了一遍了。我觉得一定是很招人恨吧，又被人讨厌了。就会想这样子，我应该怎么做，才会显得，就是很烦，真的。唉，因为我觉得忘词对我来说更可怕。忘词我肯定就会笑，然后一笑大家都会笑，然后就把一首严肃的歌变成了一首，就变成了一首搞笑的歌。还想去上海吗？当然想去上海，我现在还在这里，为什么在这里继续？我就是因为我想去上海。这个是 Soso 借我的。最想抽到战剧吗？也没有。想去想去，这就是我刚刚在房间里说的，还有很多梦想要和你们一起去追寻。这个梦就是我的梦，这就是我的梦。多余的，就是，现在还不能讲的话，我在直播间里讲了，那有可能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了，然后可能就会被骂，所以说，我也不知道，说实话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你们问我这些问题，我内心都还没有答案，我要对这些答案我要负责，要严谨，所以说我不能想到什么说什么，所以。Sorry，我很像那种被很多记者采访的那种大明星。下一个问题，这问题不回答。
粉丝买的，我不知道这个链接是什么，因为我平时也不会买这样的衣服。不是说这件衣服不好看啊，我是说我不会买这么童趣的衣服，就我没有买这种衣服的途径。耳坠吧，这叫。项链是星星。今天好像有粉丝是第一次见我，然后就是豪哥这个契机，然后就觉得豪哥真的不是一个认识我的好机会，应该对，可能多看看 MC 会好一点，但是就豪哥的话就会对吧，就会可能你以为我唱歌很好，你平时看我直播你觉得我唱歌好，但是一听到现场觉得啊原来不是这么回事。这让我觉得非常尴尬。今天 MC 我是真的没有，我觉得我整个就是状况外，我不知道我怎么听那首歌都叫暖暖，然后我怎么都觉得是在控台在放歌，我都完全忘了是老师在旁边弹琴，然后顿时就觉得我一定会让老师很尴尬。谢谢谢谢。然后就等于说我把老师变成了一个点唱机，我让他放他就放，然后就我那个行为真的很欠揍，然后顿时我傻了。对，说明老师弹的好，老师弹的就跟那个 MP3 里放出来的一样。你去上海，我在深圳，我咋看你啊，宝？坐飞机来看我。用眼睛看。谢谢投票，谢谢。啥时候来重庆？人刚从重庆回来，你问我啥时候来重庆想看我？我在重庆待了那么久，你都没有来看我。你现在问我什么时候去重庆想看我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第一次见到左左好快乐啊！就今天我还是觉得我面对大家还是有点尴尬，因为确实唱的不好。今天的四八小剧场也很有意思。今天的四八小剧场是我吗？我不是前两天的吗？前天的。早知道我就走搞笑风，认真唱歌，好像我有点吃力，好像可以走搞笑的那种风格，大家。说不定看的还会开心。今天穿的衣服好好看，是吗？我第二套那个 NACO 是我从朱姐身上扒下来的，我说借我，我没有衣服，忘了搞那个衣服。西安，我去过西安呀。你今天怎么又变好看？没有，没有变好看。我西安，我之前去找小高的时候，那个就去过西安，我还去吃了那个 biang biang 面呢。他还带我去那个吃那个什么那个羊血粉什么的，哎，反正就特别有那种西北的感觉。
怎么这么好看？拿来吧你，这是什么梗？慕名前来看帅哥，我这个衣服，我这个耳坠好像不太符合帅哥。我今天有点混搭，这么女人味的耳坠跟一个这么童趣的外套，然后就浑身上下找不出来哪儿帅。然后我穿那套西装是那个小马身上给我的，那个西装吧，小马穿上很正常，我穿上就像偷穿我爸的衣服。然后小马说，小马当时看到我换上就说你有种偷穿大人衣服的感觉，没有办法，我就，唉。好难过。唉，我怎么是这样的？好烦呀！我好希望我自己壮一点。我里面那件是我自己的那个袋子，对，我被蚊子咬了。播到12点吧。明天没有工作安排，明天没有工作安排，但是我要开始苦恼我的拉票了。兄弟们，你们一定想不到我的拉票，那一天是多么神圣的日子。然后我就非常的 感到难过。没有，公司倒是没有说给我直说是几号，但是按照他的那个安排，23、25都没有，只有24号当天是没有安排的。就是说，只有24号广班才能给我空出来，24晚，然后就是其他的23、25都没有，就是都有按别人安排的了。24，唉，你们都不知道24是什么日子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你们都不知道24号是什么日子？那我还是不说，是啊，对，我是可能会是我的拉票，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吧，在我直播间的大家伙儿 在央求 大家就只记得这个就好，其他的我也不知道。唉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选择权，他安排我几号就几号。哼，我居然没有选择权，姐妹们，敢信吗？为什么我现在说话有点像郭老师？谢谢谢谢投票。可以维权吗？维权也没有用的。你们觉得24号 OK 吗？你们觉得是 OK 的，对吧？如果你们觉得 OK 的话，那我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我就是捡他们剩下的，因为他们都把自己的日子定好了，什么圣诞啊、拉票啊，他们都定完了嘛。然后最后发现只有这天没有人，然后就给了我。康桑米达。25个，
五场应该是晚场吧，我是晚场，因为24号晚5场有别人，24号5场有别人的拉票。谢谢投票。什么鲨鱼别看了睡觉去？你在叫你的小伙伴别看我直播去睡觉吗？谢谢投票，谢谢。拉票表演什么呢？要不要我给你列个清单念给你听？你这问题问的，我怎么会回答呢？我怎么会现在告诉你们呢？反正没有唱歌，我先说了。热舞一整场，从头热舞到尾，变成一个 dance girl。啊，那欧洲杯冠军，今天我预测不了，但是我希望是，算了不说。刚补了豪哥，其实没有那么差，我的意思也没有说有那么差，你这也没有在安慰我，本来也没有那么差。谁说有那么差了？突然有点难过了。算了，不会聊天。一般差，好吧。哦，你们今晚一定花了很多钱吧？辛苦了，我是你们的负担。谢谢投票，谢谢。然后我今天那个送车的时候。我看到很多那个返图粉丝，然后在那个我不是上车了嘛，他们还在那个车外面，在那个马路中间那儿，又危险又热，那广州很热的，我就一直让他们快点去商场进去，他们也不进去，当然有几个没良心的也进去了，但是就是还有就是愿意一直站在那儿拍我的人，然后我就觉得，然后我觉得非常感动，然后就。又很热，然后又在那个车外面吹不到空调，谢谢。然后最后觉得很感动，就是有些就是让他走就真的走了，就跑得比谁都快。听说谁下来了，然后就，因为我是最早上车的嘛，然后就瞬间凝固了。对，肯定有粉丝是专门来看我的，谢谢大家。跑去赶地铁，没关系，你们还是早点回家吧，挺不安全的，不是挺热的，也广州挺安全的。有人投了99票，谁啊？谁背着我投99票？让我没有感谢到，非常愧疚。谢谢周周炖鲨鱼，谢谢你的99票。哎呀，你看我买的，
饿了可以吃，还可以泡在面里，火腿肠。然后还有一个，看着是火腿肠。香辣好吃，嗯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小梦哥哥的999票，小梦哥哥真帅气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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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嗯。你看我这边还有好多吸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吸管的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要给你推荐一个饮料，然后我非常喜欢喝它，最近胡萝卜汁，我真的很喜欢喝这一款胡萝卜汁，就之前没有买，就是没有看到卖的，就没买，断了一些时间，但是最近又看到它在卖了，然后我就天天都在喝，味全每日 C 胡萝卜汁，真的很好，你们。可能接受不了胡萝卜，但是你可能会接受得了这个饮料，真的很好喝，特别是冻一下更好喝。啊，我就天天都在给这饮料、自己喝的东西打广告，没有人找我去代言的，没有人找我去代言的。可能我还不够红吧，不是可能，确实。你们今天 MC 看得开心吗？开心哦。那我没有想过，就是在我没有想过搞笑的时候，我会非常搞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当我可能刻意去搞笑的时候，我反而没有这么好笑。但我今天确实很搞笑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傻，整个人在上面就很傻，一直被笑。然后猜歌还能猜错的，而且还非常笃定的，就非常理直气壮上去，暖暖。然后还有一首我猜成什么了，我忘了。还有一首，嗯，还有对童话，结果一首都不是。啊，刚飘去弹幕没看到，不好意思。啊，珊瑚海是下面的一个粉丝教我这么说的，然后我当时我就猜错了，我就瞪了他一眼。哇！哦，没有，我以为我在变魔术。祖祖，你还有一次唱了歌词，人走了，歌名没说。哦，对，我非常的帅气的离开了。再放一遍，嗯，人生就总是有一种有会犯二的时候。看什么电视吗？最近没有时间看电视，最近真的没什么时间看电视。旅行的意义好好听，嗯，旅行的意义是我很喜欢的。粉色包包，哪有粉色包包？哦，这个包包不是我的，我不会买这么粉的包包。你觉得我会买这种包吗？我会背这种包吗？很难吧。我最多就是，这是我已经是我最稚嫩的包了。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看这个小黄鸡越来越不开心的样子，每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我塞的东西太多了。你这个包包容量很大，可是鸡应该是鸡，嗯，我不知道它是鸭还是鸡。鸭子，他哪里看得出来人家是鸭子啊？为什么是鸭子啊？他这个鸡不是就是小鸡嘴吗？他这个不是小鸡嘴吗？
哎，随便了，随便，whatever。好冷呀，光着腿吧。所以他为什么不开心？因为我塞太多东西在他肚子里了。你平时练瑜伽吗？身材好好。你猜。哦，对了，等一下还要去做件事情。谢谢谢谢投票，谢谢谢谢。对，我只有呼吸在运动而已。啊，好饿呀。等一下再吃，等我关了直播再吃。我真的饿了，唉，呜呼！饿了就吃。哦，你们吃过这个牌子的吗？我第一次买，我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你们有吃过的吗？叫嗦鲜粉，霸蛮湖南米粉，你们都没吃过，我也是看到这个在我们楼下便利店有卖，然后就买了2盒回来试试，然后现在一盒都没有吃，因为我怕它不好吃。我尝尝，好的。哎，这个粉丝已经在我房间发了3条练舞吧，练歌，练舞吧，练舞吧，什么什么的。我不是一次回应你了吧？你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干什么呀？我不是不知道。我会的。我今天豪哥不就已经被刺了，被好刺了吗？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，下次会更好的，每天都会更好的。放一首应景的歌曲。这首歌叫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。这首歌是我妈在 KTV 最爱唱的歌。在这一刻多么接近，思想仿似在摇撼，矛盾也更深。真的，我妈的成名曲之前在 KTV。我会唱一点点，现在好像不太能唱，嗓子哑了，不唱了。夜来飞还好吧？哎，我直播到50就关了，不到12点了，我饿了，我要去吃东西了。谢谢大家，再次郑重的感谢今天晚上支持我的每个人，不管你是在弹幕上夸我，还是给我投票。还是夸我，都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。对，还是在你的微博上夸我，还是在弹幕上夸我，还是在你和你朋友的 QQ 聊天里夸我，我都非常的感谢。谢谢谢谢投票。
就是，谢谢你们喜欢上了一个不完美的我。不是不完美，是太不完美了。是。还有2分钟，还有2分钟，还有2分钟。好的，拉票公演见。拉票会上其他部分吗？应该会上4首单歌。先把就是我所知道的东西给你们说了，到时候公司想散会的话，我第一个去办公室。油！我首先就去办公室，我就一定要问个清楚。派州马桌子，马哥怎么回事？好，拜拜，先到了。好假笑哦。